今天周六，然后呢带孩子出来逛街了，买了一双鞋，然后呢他就又饿了，又悄悄饿了，又要来商场上面吃饭。谢谢纸光临，哥哥给多少钱？宝贝点了一个茄子炒饭，然后送了一个海带汤，然后还有两个送了两个小咸菜。我点了一个荷叶粉，开吃了啊！你好，这个拌饭，这还拌饭？你青岛鱼拌饭？我觉得自己也一样的，自己也一看着像是饿了呀。